蔡诗芸。Hello。你在一家意大利餐馆跟某一个超级，就是几乎排名第一名的帅哥吃饭。什么时候？像狗仔哦。什么时候？高以翔吗？是高以翔吗？完了。请问他的关系是朋友啊？可是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哦，要我讲出日期吗？可以吗？我要不要告诉你地点是 La Guerra？ 哎，你也蛮闲的嘛。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可能跟高以翔在一起？如果有，你要把他腿打断啊！要，绝对不可能吗？对啊，你跟我讲绝对不可能。你干什么要这样发这种毒咒？因为他如果不讲绝对不可能的话，今天我不会再跟他讲第二句话。你为什么要？你凭什么？你是干什么人？怎样？是我节目。